大家好啊，欢迎嚟到我嘅频道啊！我嘅频道咧主要系同大家分享自己嘢食嘅。咁咧，我旧年就浸咗一罐梅子酒啦，2019年3月22日浸嘅。咁而家啱啱好咧就一年啦。咁咧，我本嚟打算就半年咧就可以饮噶啦，后屘咧就谂下可以浸耐啲，等佢出味啲啦。咁而家咧就可以饮得噶啦。咁而家就打开睇下先。闻到好香嘅酒味啦，仲有少少梅子嘅香味。我而家咧就滗少少试下先，试一试。饮落去咧，少少嘅酒味，仲有梅子嘅酸酸甜甜嘅味道，真系好好饮。影一影俾大家睇，望落去啲酒好清。仲有一個個嘅梅子，喜歡飲梅子酒嘅朋友咧，可以到下邊嗰條 link 可以睇下梅子酒嘅做法。如果大家有啲唔同嘅做法咧，歡迎到下邊度留言，我哋一齊分享。多謝收睇，喜歡嘅歡迎訂閱我嘅頻道。仲有撳埋隔離嗰個鐘仔，多謝收睇，我哋下次再見。